先说你搭茬儿，这就好办了。我再往下念，又往下念，念着念着，皇上又不理他了，干嘛？又装睡了。刘墉这回这么一瞧，又睡了，这可麻烦了。这我怎么念？什么什么什么没罪，跑了没罪，逮回来照样活不了。告我戏耍君王，我也活不了。不能这样念了。嘿，抽冷子念到这条绿条上，他有了办法了。偷坟掘墓，底下是三个字斩立决。可是他一看这底下这仨字斩立决，俩手指头瞧着瞧太监，准知皇上那儿睡了，蘸点唾沫捅个窟窿，就这个偷坟掘墓斩立决这仨字给抠下去了，没了。广念这一条，偷坟掘墓，偷坟掘墓。他最可气呢，他念出高矮音儿，偷坟掘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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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皇上说你爱听这两句啊，你往下念呢。皇上又搭茬了，他一举这版图，万岁您让我往下念，我怎么念呢？皇上说怎么不能念？万岁龙目玉览。皇上一瞧，那怎么一大窟窿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刘墉，这是怎么回事情？万岁，臣知道只占八百，莫占一千，莫占一千年，只占八百年，不焚自着，大概其许是自己着了。四小太监一听鼻子都气歪了，你要不捅他，他就着了啊？那是着了吗？那个，可小太监心里的话也不敢说。皇上一听，哦，对对，有这么句话，只占八百，莫占一千，只占八百年不焚。又一想，不对呀，这算大明律，到了大清，这才多少年呢？嗯，三百来年呢？怎么回事？哦，对，也许库里头耗子啃的。皇上就往这儿想了，那怎么样呢？往下念，他这上的没字儿，我怎么念呢？我不知道这罪名，我怎么念呢？像那个皇上应当说，既然不知道，得下殿去吧，要把他轰下去啊，这天呢也就没事了。皇上也是倒霉催的，非要跟他说两句，这就没法念了。嘿，难得你们爷俩做了两辈子中堂，左都御史右都御史，连这么个绿条你们都不知道吗？万岁，这个偷坟掘墓是什么罪状呢？斩立决。什么叫斩立决呀？啊，嘿，你这左都御史怎么做的啊？斩立决都不懂，杀头，这都不懂吗？哦，斩立决就是杀头。那么哎，万岁，什么叫偷坟掘墓呢？皇上一听，这麻烦了。这个怎么麻烦了？这路人他不能跟他搭茬吗？你这一搭茬他就来事儿了吗？干脆别麻烦，告诉他得了。嗨，怎么叫偷坟掘墓都不懂啊？告诉你，人家阴宅阳宅一里，你住房子，人房子里头你偷了人东西也不行，人家那个阴宅也是一样，是坟地所有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，知道吗？动人坟地的一草一木就叫偷坟掘墓，就是斩立决，知道了吧？是，妻子窝住万岁，既然这样，臣有一本不敢冒奏，恐其冒犯天言，臣当身死。乾隆一听，这有什么毛病啊？这干嘛自己单找这么一套罪状啊？不要紧，有话你说。不是，臣不敢说，恐其冒犯天言，冒犯天言怕得罪皇上。你得罪我干嘛呀？什么事啊？臣得问明白您，您定这个绿条是广为这个黎民百姓，为老百姓定的，还是做官为患的有这个行为也按律治罪也管呢？这句话乾隆生气了，别看那当那个
统治阶级，虽然那样，漂亮话他得要说。胡说，朕当我定这个绿条就为老百姓了，做官为患的我就不管吗？岂有此理，非要讲他做官为患，卑子卑乐犯了法，照样亲王晋王一律同罪。哎，甭说亲王晋王了，看见没有，连朕当我也在其内，知道吗？是，臣如果要冒奏，恐怕冒犯天言，臣该身死。不要紧，皇上一听啊，这一定是哪个做大官的有了偷坟掘墓的行为，让他发现了，横是这官比他大，要告诉我不敢说，他该身死。一想这是好事情，这个我得给他做主，要不然他不说呀。不要紧，朕当恕你无罪，说吧。谢主隆恩，说吧，谁偷坟掘墓啊？臣不敢冒奏，不是恕你无罪了吗？臣该万死。皇上一听，哟，臣该身死他自己，臣该万死，怎么着？灭门九族？哎呀，这是什么人偷坟掘墓啊？别是这个亲王郡王吧？倒得听听，我的本家，我的宗室，不能有这样的人。不要紧，恕你居家无罪，说吧。谢主隆恩。谁？臣不敢冒奏，臣该万万死。皇上说我要急死。你怎么这么麻烦呢？你啊，臣该身死，本人臣该万死，全家该斩，灭门九族，臣该万万死，刨坟掘墓，挫骨扬灰。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，一琢磨，越这样子我也得给他做主，这不倒霉催的吗？他怎么想也没想到自己这儿了呀。他我简直，你要把我急死了，你呀、也甭臣该身死，臣该万死，臣该万万死了，干脆所有你一切的罪完全赦免了，你快点说行了吧。谢主隆恩。皇上一听，得，这恩谢的可太快了，这娄子小不了，你看着这官小不了，不定是谁，还不定是谁呢，你说吧。万岁，您曾记得前三年皇宫内乾清宫着火？皇上一听，哎，那我怎么不记得前三年乾清宫着火，乾清宫被火焚化，火头没有拿着，哎，这不是吗？还在龙书案上呢，至今此案未消。这真当我怎么不记得？我记得，怎么样呢？万岁，乾清宫被火焚化以后，您要重盖乾清宫。皇上说，那当然了，我要重盖。可是因为这个运河没有水，南方的木料来不了，您建这个乾清宫就建不起来。又转过一年来，到了这年春天，您到了京北十三陵去打了趟春围。京北十三陵就是明陵，明朝的坟地。皇上说，啊，不错，上那儿打围怎么样？万岁，您到京北十三陵，您打了一趟春围，您看人家明朝明陵的殿座木料都是楠木，那个木料好，您把人家这个明陵的殿座拆了，把木料拉回来修了您的乾清宫了，您那不算偷坟掘墓吗？嘿，皇上一听，好啊，这么留神，那么留神，给我一下。